是啊。哇哦，这是什么？嗯？五是什么？对自己名字有过困惑吗？其实好像还好，还所以你们想选几吗？三二一，其他的。五，好像听到五的声音比较兴奋。你们想过劳动节？五一，所以是五还是一？三二一。一啊，好像一变大了。他们变得好快啊，刚刚明明都是五。对啊，你们这些人太善变了，都想做一，来就一吧。一，我们整的这个好像是声控的一样。说说在啊，什么东西啊？等一下，我们把它读完啊。怎么回事？说说在 Z 队各位的角色：陈阿姨、新路是兄弟 ，W 队成为了爸妈。不，他们不是兄弟，他们是兄妹。兄妹，对，兄妹是。兄弟嘞，是姐弟。姐夫是兄弟，我是妹妹。是你是弟弟，你是弟弟。那是弟弟，贵圈关系真乱。对，就是，哎，其实我们上次好像讲过为什么这样分。我不在，你们应该讲过。对，上一次我也不在，我在台下生日的时候。对 对, 对，有讲过，就是。为什么要这样叫，对吧？讲过，就是，嗯，是哥哥呢还是姐姐？这个是怎么区分的呢？就看他们谁年龄大。不，谁讲的？谁说的？谁说的？会说话少说点啊！怎么攻击别人呢？他们都还处于到底谁是哥哥，谁是姐姐？说我年纪大吗？可能那位朋友比我年纪还要大吧。对，所以爸爸妈妈是怎么选出来的呢？是因为年长，就是已经超过了那个？不，是因为不可说哈。什么不可说？不是，我也不可说。原因有一点，我想起来了，哎，不可说，不可说，是不可说。我记得你们在那个休息室的跟我讲过，我在想为什么可以说不能说呀？不可说，不可说，不能说吧？为什么分不可说？啊，你觉得可以说吗？什么东西啊？为什么分哥哥姐姐或者弟弟那种的？就是看身材分的呀。你还不是说出来了？这你还是说出来了，说的比较委婉。对，因为每次大家都支支吾吾的，就然后他们在说什么，然后大家搞得更加，他们会想得更奇怪。对对对，还是说了好一点。所以对那什么角，你自己是什么角色呢？你猜，谢飞飞的儿子。啊，不是谢飞飞的爸爸吗？我谢飞飞，我有话要讲，让我先讲。退出，你先让我讲，你让我好慌。不，就是我终于磕到拉菲了，我以前从来没有磕到过，我从来没有磕到过。磕眼所不及。但是你知道我怎么磕到的吗？我现在就要告诉大家，那天平去那个撩拨谢飞飞，然后谢飞飞惊讶的被吓到，他说。我今天不是很方便，然后什么不方便还有家事什么啊？你有家事？什么时候？就你不在的时候。哦，就昨天。对，就昨天。然后是谢飞私聊的屏。对，然后他就有家事是某位家事吧？是你两个字的，是你。他说的是你，我在现场，我听到了，在现场快出现了。我看到谢飞飞非常惊恐的，罗月平，你不要碰我，我也有家事了。然后罗月平，你家是谁呀？就我寝室有一个那个赖子熙，哇哦，他非常的支支吾吾。天哪，谢飞，你什么时候变了？可能他就是突然不知道哪一天睡在一起就变质了，这是很有可能，就是那个睡出感情了是吧？晚上睡觉从小王子在我那房间跟他睡的那一晚开始啊啊。你们还睡过？原来你是媒介呀！啊，不是，媒介，不是啊。他说过呀，他有一天早上被热醒了，不是那次吗？对，就是谢飞，在谢飞房间睡，跟谢飞睡过两个晚上。哇！所以呢？我想什么吗？我想问一下，你是怎么样在两个人睡的之间还可以增进他们两个的感情的？那只有一个可能，就他是一把锁。我把他们俩扣在了一起。只有这个可能，不然呢？嗯，是吧？是，我是一把锁，所以金锁。所以我现在你在我这里的角色就是谢飞飞的家事，就不是是谢飞飞的家属。他是自己的原话是说有家事，那行吧，那家
但是这个家属，也不知道是老公老婆还是爸爸妈妈还是女儿儿子。对，不对，家事就是配偶。不是，你看，家事是配偶。对，他说的是家事，不要给他们搞奇怪了。对，就不是家属，是家事。这样很正常吗？这样很正常。这样也不正常啊。那好，那你们呢？我们，我是谁？我在哪？你觉得你很适合安排我一下？为什么我要安排你？我为什么要安排你啊？你不是已经有身份了吗？杨可露，对，你不是有身份？啥？兄弟？什么？哦，姐弟？不是，你也可以。兄妹？刚刚这个兄弟是那个粉丝安排的，你自己想要做什么角色呢？也可以，随便说一说，觉得比较适合，也不一定会成功。对，那就一可赛艇吧，反正不一定会成功。什么东西？那就一可赛艇？你好暴力啊！你又开始了，救命！就没事，大家 get 不到就没关系。对，耶、yeah, ，exciting， 嗯 ，exciting， 哇，好棒哦！就是说，陈阿姨，陈阿姨又开始了，哈哈，又搞砸了，哈哈，哈哈，又磕到了。他昨天晚上也是现身说法，是昨天我们看电影是吗？昨天晚上，对，我们迟到，他说我们迟到了，哈哈。一边跑一边在那里笑，他们都 get 不到，就是因为有一天晚上我说，如果陈慧君以后变成人妻，可能是那种炒菜不会炒，然后炒砸了，哈哈，又搞砸了，就是那种，你们有画面吗？他就是这种人。我们其实在你不在的时候也讲过几次，他们从来没有 get 到过。我觉得他们的理解能力不 是，我觉得他们好笑吗？他们没有共情，你们知道吗？你们知道什么叫共情吗？他们可能没有看到那种画面。其实我们当时说这个时候也没有，他没有做过这件事，但是脑子就是有画面。对，然后昨天就做了，真的是发生了。你不止一次，你上次倒我的辣椒面也是，哈哈，又倒多了。好，有一点像那种幼教儿童动画片。是，反正是我憨憨的，我曾经是一名优秀的幼师。所以陈阿姨，哦对，陈阿姨就是这么来的，因为就很像那种，家花不如野花香的那种，老是搞砸事情的那种阿姨。我突然想起来，我们有一天去一家衣服店子里面，然后那一天那个衣服的主题是蜡笔小新，然后我就应该讲一下了。然后蜡笔小新的爸爸叫什么？叫蜡笔小新的爸爸，他上面就写着爸爸。那个衣服一共有五件，一个爸爸，一个妈妈，一个小新，一个小新的妹妹，还有一条狗。哦，我不知道。我知道他妈妈是叫围裙妈妈，对，然后当时那是大头儿子，大头儿子，好吧？啊，不是，那不想猜，那妈妈是大头儿子妈妈，我怎么还对？来来，小那个是蜡笔小新的妈妈叫美牙，哦，对对对对对，哦，你是不是没有童年啊？恍然大悟，我有，我的童年是大头儿子小头爸爸，你好爱国。然后那天就分配衣服，就大家。但是没有买，大家都分配了一件，然后多穿一条狗就给了陈阿姨。陈阿姨就是小白。对，我原来是个小白。哦，对，前天去看了小黑，我觉得我是小白，我非常开心。哦，昨天我们看了罗小黑，罗小黑战记，对，大家都去看啊，好好看啊。怎么打广告开始？怎么打广告？好凶。对，当众没有听到过，当众没有听到过。那你呢？你觉得你在 Z 队的？我还是什么养猪场厂长啊？你吃了那么多东西都白吃了。说到吃东西，他昨天我身兼数职，他昨天给我热那个香芋酥吗？嗯，你们昨天是吃了香芋酥？你们不也吃了吗？他之前做的，我们里面还有红豆，抱歉。对对对，不好意思，你们做不是你们，你有给他吃吗？一个他有吃，他有吃，我吃了，我吃了，我吃了。原来他叫香芋酥，他不是叫芋头酥？哦，芋头蛋黄酥，哎，管他呢，哎，管他呢，反正他把我给吃到，反正热爆了。爆炸的酥，我因为我放在冰箱里保存着，等他们回来，然后想说去微波炉打一下它，然后它爆炸了，然后它爆炸了，它的那个蛋黄都吐出来了，就你们看过那个懒蛋蛋吗？就是那个那个很像，对，我觉得我身兼数职吧，养猪场厂长和科研所所长，反正就是开馆子的，这不是。开厂子的，很富裕的那种感觉，但对，实际上并不富裕。那你想当什么？我想当 Z 队的金花。金花？
金瓜，金花，金花，花，金花是花了，金花，金花还是金瓜？花啊，为啥？因为我上次跳了一点点之后，发现自己不适合当一个男艺，对。哦，可是我觉得你的声线还挺适合的，就是肾虚的感觉。上次我觉得特别尴尬，上次跳一点点，跳到一半，跳就是排练排到一半，你怎么那么肾虚啊？陈阿姨问我，然后整个人都尴尬了。没有，我肾挺好的，嗯，我觉得挺好的呀。就你扎大马尾的时候，还挺有少年气的。对，今天我跟他闭着眼硬吹。你们今天看出了他那个拙劣的撩妹技术了吗？什么？对，因为今天他一下台就说，如果我是个男的，我一定把不到妹。我没有这样说，我是找不到女朋友而已，差不多吧，我没有要把妹。那你呢？我你想做什么角色？我觉得我就是个哥哥。哥哥、啊、你的身高不太够。说好的按身材分的，那我行，你的身高输了。那我不能做弟弟啊。可以啊，可以，可以、啊，我都是弟弟了，啊、你是又如何呢？妹妹也行。为什么我不想当花，我要当瓜？因为你很粉。嗯，这就是我是花的理由吗？是的。我马上给他染回去。不过你是说起来，你染一个白色的还可以当爷爷，这就不要。奶奶。那现在我是什么？是一个洋葱吗？你是跟苍蝇绿的，你是苍蝇，你真的很像那个，我要开动了。对，它很像那个绿头苍蝇的颜色，今天稍微好一点，昨天更像。对，你呢贵君阿姨？我已经被安排了，我还可以要什么？我可以挣扎一下，我可以要个年轻一点的角色吗？就比如阿姨还不够年轻、啊、爸爸妈妈都停了。我不可以要一个什么对宠之类的角色？那就当小白。年轻的阿姨，我们队的人都很喜欢宠物的。我当小白，你们就会，我就会变成对宠吗？不会啊？为什么不会？不会还是不会？不会。你们两个看到狗都移不开步子，好不好？是，昨天他们两个去逗狗了，杨克都差点把人家抱走了，还把人家举起来。哦，我说可爱，我要拐走他。对，很搞笑，是因为他是一只泰迪，然后，不要多想啊，就是，不是他是一只泰迪，是昨天我们见到的那只狗是一只泰迪，然后它的毛特别长。当时我以为他没有眼睛，直到杨可露开始撸他的头发，不是撸他的那个刘海，把他的前面这额前的刘海撸起来，然后他的眼睛就变成，我、哦、天哪，他眼睛居然这么大。对，就是好像你模仿的。对，然后就是其实也不是很好笑。我说你模仿的好像。哦啊，我像哦，因为你说我好笑呢。因为太努力了。我们来进行愉快的深入环节吧。哇哦哇哦，请问这组有吗？